嗨，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老婆。今天我们是宠物模拟器99，这一次更新了圣诞节的活动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网页有什么东西吧。首先呢是新增了五个地方啊，那这个应该是蛮简单的，等一下就可以突破它。接下来呢，他说有新增新宠物，然后还有那个圣诞宠物，有另外一只新的泰坦尼号，还有三只巨型宠物哦，就是大宠啦。那个圣诞礼物盒啊，好像可以开到泰坦尼号，就是泰坦那只新的，不是商店里面的这一只，而是他圣诞节的泰坦，对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接下来就是新的蛋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还有就是升级嘛。接下来会获得新的滑板，滑板有一个是氪金的吗？我看看哦，氪金的滑板好像现在士族也能有工会站，还可以得到这个东西，这根本就不太可能在上面，这些人都太夸张了。OK， 好，然后有新的拍卖板，蓝色的宝箱可以开到新的宠物，那只也是挺可爱的。哎，接下来有最新的是什么游戏啊？还有像云霄飞车那一种，那是什么游戏？等一下去玩看看。以上差不多是这些啊，还有圣诞节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来体验看看哦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吗？这里有一个礼物箱，捡到了一个礼物袋，然后应该还有，我们将慢慢的一边一边的收藏。第二个礼物箱，又要找这种礼物箱的游戏了，是不是？这边有吗？然后他说这个蓝色的宝箱有可能会有那个巨宠啊，还抽一个看看。哎呦，一言不合再开一个，有点难哦。再开一个宝藏猎人，再开一个。哦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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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那个运气。这边有吗？这边有吗？这边没有。目前拿到了两个箱子，哎，这里有第三个箱子。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箱子吗？三个宝箱了，是不是后面又藏一个？没有。那我觉得我们要进去里面看看，说不定它会藏在里面哦。游戏里面有，我看到了，它藏在那里，好邪恶哦！捡到了，喂。这里第五个了，五个礼物盒了，六个。这次的好像比较简单呢。我觉得可以先找。哎呦，这边七个，这个真的没有吗？再看一次。OK， 目前七个礼物盒。Let's go！ 我就怕我一个失误没看到。目前八个，这里九个。哎，藏很深呢，各位要睁大眼睛看呢。OK， 游戏里面看一下，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还有这里还有，心机耶！我刚才还没看到，来看一下右边有没有偷藏。这边藏一个狗币，另外左边呢，说不定后面会有，细节都要找一下。OK， 这逼我们玩游戏耶。这里有一个11个，我就知道洞穴里面一定会有。看到12个。
这边，我在这。第十三个，哇，进来里面看一下。第十四个啦，很好很好，在这边看到你啦。第十五个拿到啦。哎，这边有看到你，十六个，来走进去里面。我看到了，好嘞，到啦。18个，这边有没有看到你了？19个，第20个，21。边22 ，OK， 这里，哎咻，好嘞，24，这边25个了，这边一个，27了，28个。29个啦，这里应该要进去。有有有，这边有一个，捡到你喽。接下来这里。32，哎，这里有两个，33，34了，35 ，OK， 去花园，真难找啊，各位，在这边。36个 ，Oh my god！ 37啦，38，39。40个，41个，好嘞，进去里面。哎，是怎样？不能玩啊。现在好像有点问题，这里进不去。好，我们继续找。42个了，怎么感觉不太够啊？得43。哎呦，我们有缺哦。目前只有拿到44个礼物盒，哎，是哪边缺少吗？啊，这里少找一个，45个。哎，地雷的挖没进去呢，地雷在哪里？
看到了，我还是缺这个。46个，还剩4个。哎，这里有一个47。哎，48个。哎，修好了，再进去。啊，果然，这里就有一个49个。是怎样？所以这到底干嘛？嗯？哦哦，所以它掉下来哦，我知道。OK， 不是不是，哎、欸，前面那个人是谁啊？哎、欸，大姐要上车啊，上车！哎呀，你这样子会害我！你上车啊！这个做完我应该就睡着了。怎么有点尴尬？哇哇，我要慢，我想慢不下来，哇，完蛋了，完蛋，要下去了。哦，怎么又这样子？这个游戏真的很难呢。哎，不要跟我闹哦，不要。快点，走吧！哎、欸，很危险哦，很危险哦，别搞闹哦，不要哦，不要再重来了，受不了哦！终于要过关啦，太好啦 ！Oh yes， 冲啊冲啊冲啊！耶嘿！耶嘿！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最后一个礼物好在这里。Oh my gosh， 找到你啦！50个都得到，然后呢？又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吗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精灵可以去点一下哦。那个可爱的精灵，点它一下，会送你礼物袋啊。然后礼物袋呢，可以合成。我们直接把，我缺一个就可以合成。嗯。哎呦，那我这样子可以合3个大的礼物盒。OK， 那么我们来抽看看大礼物盒啊。哦，哦哦，有新的宠物哎，我看看，然后还有饼干。嗯，这饼干感觉起来没什么用诶。看一下新的宠物的攻击力是多少 ？4.46k， 超级烂！哎呀，各位，我误会啦，它还有更大一盒的啊！我把它喝掉了，哎呀，可惜啊！算了算了，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把50个礼物盒找出来，我才发现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场空呢。不过我知道你们应该也会像我一样，就是非常的积极的想全部找到，所以呢，你们很幸运看到这部影片哦。哦，这个我苦战了蛮久，终于全部找到了。这一个礼物盒非常的可爱啦，我想要给它买下去，克拉600啊。我的皮，我的这个皮包又薄薄的了，有送这个大礼物吗？有送滑板嘛，他还有送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也就是神秘的灯泡，我们可以挂在上面，像是你看，这就是说一些想说的话。那么未来好了，有了，成功。在这边，欢迎来找我的灯泡啊，好不好？欢迎来找我的灯泡，请这边放一下道子友，谢谢。好嘞，那我们就来抽个大箱子吧。刚才抽了小箱子被骗，想来抽个大箱子给你们看。抽，
我知道不会中什么了。 OK OK， 又送了，这个有送跟没送一样欸，我们要把它抽掉，圆满结束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赶快去把这个圣诞节的任务解一解吧。那我们就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记得影片下方右下角订阅，又是喜欢订阅朋友和铃铛报道，爱下有想法意见呢，留在前面随时动态持续动态，记得 Facebook 按赞追踪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